垒包上面的跑者启动了，这个球要再挑战林坤生，不过一个弹跳没有掌握到。哇，中成佑啊，发动盗垒成功了。这个球打者是没有出棒啊，中成佑呢这边成功盗上了二垒，哇，挑战本季阻杀率超过四成的林坤生。不，这个球哇 ，good jump， 启动的时间掌握的不错。这个球没穿好，没穿好，然后没机会了。如果穿准，球还是先到。嗯，就是没有穿好。哇，这是中成佑在今年球季第一次，首度的盗垒成功。